决定吃这个。爸爸，嗯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干杯。它是不是要扭开？我可能喝下有草莓呀、啊。我去给你拿个水。我给你放一首你最喜欢的歌，好不好？什么歌？我看看。你听过的歌。我是女生。嗯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镜子跳舞吧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嗯，这好比我，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哇哦！我知道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吃的办法。什么？我们把它打碎之后泡在牛奶里面，我们用小刀把它敲碎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实习发明是不是？